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名人 Samantha， 今日同大家介绍一款 YSL 嘅手袋。呢款手袋系用咗小羊皮嘅材质制造，造型方面系用咗菱格嘅车线，令到包包更加有质感。另外前面仲有复古嘅金属字母刀稿，底部做咗弧形嘅设计，令到包包更加会有立体感。肩带方面是用了链条加皮的，不可以斜孭和侧孭。翻盖式的设计，入面会有两个间隔，另外还有一个拉链的贴袋，容量大，足够放个人的物品。这款手袋简单又百搭，适合上班的人士。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微信或者 WhatsApp 我，或者到名人站门市选购都可以的。Thank you.